第1054章埋伏反埋伏。叶希文，后面有人跟踪你。叶希文没有打算久留，甚至于他根本没有打算继续看拍卖会下去。他身上的血石大部分都用来购买这个女子了，剩下的200万虽然也不少，但是按照这些海族的土豪狗大户的出手情况，尤其是天雷海域的众人，只怕他也抢不到什么好东西，更别说最后压轴的东西了。如果只是比拼灵晶他不怕，这么多年下来他灵晶积累了很多，只是写实的话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当即没有任何犹豫，带着这个女子就走出了拍卖行。不过离开拍卖行之后没有多久，他就接到了夜墨的警报。果然他神念扫了出去，没过多久就发现身后果然跟着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叶希文的老熟人黄书义，在他的身边还跟着两个超脱境九重天的海族男子，一直不远不近地掉在叶希文的身后，远远地跟着。自寻死路，叶希文冷哼一声，直接伸手揽过女子的纤腰，入手是破烂衣服之中如丝绸般光滑的肌肤，一步跨出，当即直接飞出了天雷城之中。那女子顿时俏脸一红，但是却没有挣扎，因为她知道挣扎也没有用，这些海族男子买他回去的目的他如何不清楚，这个人也是一样，在他看来都没什么分别。一路飞出了天雷城，叶希文才终于直接卸去了海族气息的伪装，露出了本来的气息。你不是海族？那个女子对于叶希文身上气息的变化异常的敏感，立刻就反应了过来，顿时原本麻木的俏脸上露出了几分震惊的神情。我当然不是海族，叶希文笑笑说道，不过是骗骗那些家伙的罢了，没办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总不能来个硬抢吧。女子小脸上顿时露出几分通红，原来她不是海族，知道了叶希文不是海族之后，这女子对于叶希文的观感一下子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原先对于叶希文是麻木和厌恶，现在一下子有了彻底的翻转，或许是因为之前误会了叶希文而有些愧疚，他心中对于叶希文的好感激增，难怪叶希文之前会要求解开他的琵琶骨，当时他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这很不科学。正如那海族青年所说，无论是双修还是炼制成人药，有没有琵琶骨都没什么差别，特别是想到双修的时候，他白皙的皮肤霎时间便红透了起来，虽然对于他有手段能够伪装成为海族有些奇怪，不过在突如其来的欣喜面前，这些疑惑也就不算什么了。那些该死的海族，女子一想到自己是怎么被抓到的，顿时一排雪白的背齿紧咬起来。不过你身上琵琶骨的锁链我暂时是没什么办法，叶希文说道，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没办法，比如说羽化图仙刀就绝对能够展开这个锁链，但是羽化图仙刀乃是他最后压箱底的底牌，不到关键时刻不会拿出来，何况是眼前这个才刚刚第一次见面的女子，再者他也根本控制不住羽化图仙刀，用来战斗还好说，但是要想控制羽化图仙刀斩断锁链，他怕一个不小心就将这个女子也一起斩成两半，
那可就真正的糟糕了。就凭如此，小女子也已经是万分感谢了。那女子说道：对了，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叶希文问道：这个是连拍卖场也没有提供的消息，毕竟在他们的眼里，眼前这个女子仅仅只是一个双修的道具，亦或者是人妖，知道不知道名字有那么重要吗？叶芊芊，那女子微咬下唇轻声说道：叶芊芊，好名字，你也姓叶，哈哈，说不定我们500年前还是一家呢。我也姓叶，叶希文。叶希文笑笑说道，心中微微有些感慨，却不想眼前的这女子居然和自己是同姓，不过也仅仅只是稍微有些感慨罢了，并没有放在心上。这个世界上同名的人都有许多，何况是同姓。小女子多谢叶公子的救命大恩。叶芊芊眨了眨美眸说道：我也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这些该死的海族手上也不知道沾染了我族多少人的鲜血，若是我有能力，早晚有一日将他们荡平。叶希文冷声说道：对了，叶公子，小心天雷城的那些人的埋伏。叶芊芊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连忙提醒说道：其实叶公子不知道。叶芊芊这才将事情娓娓道来，却原来叶芊芊原来就是在天雷城城主的手上被他给抓住的，不过却不是在血界之中，而是在外界之中。叶芊芊外出历练的时候来到了天雷海域，哪知道横遭不测，被天雷城城主以卑鄙的手段抓住，而这个拍卖会根本就是天雷城城主自己举办的，而将他卖出也纯粹只是一个噱头，无论谁买走了之后都会被天雷城城主带人伏击，最后将他再抢回去。这样的事情他已经经历了好几次了。叶希文这才恍然，难怪林风华会一副高风亮节的样子不和他争夺，原来根本这就是一个陷阱，这个九阴元体本身就是一个噱头，无论是谁买了最后都会被突袭，最后非但人财两空，连性命都要搭上。难怪叶芊芊之前看他的眼神那就跟看一个死人差不多，原来他是早知道了天雷城那些人的阴谋诡计，但是却不开口。大略在他的心中，这些海族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不过是在狗咬狗罢了，谁获胜了他都不可能逃脱成为双修炉鼎的下场，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所谓。如果不是后来发现叶希文是人族，而且也是为了解救他，他根本就不会多嘴一句。叶希文这才洞悉了整个事件的始末，原先他还以为后面跟过来的黄书义等人仅仅只是因为先前的恩怨这才想要伏击他一下，不过现在看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只怕背后还牵扯到整个天雷城了。难怪那个海族的管事宁肯被他捏死都不给打开叶芊芊的琵琶骨，之前什么怕叶芊芊突然发狂的话都是根本的屁话，无非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放叶芊芊走。如果叶芊芊的琵琶骨被打开了，那么之后的麻烦就大了，他们也根本就抓不住叶芊芊了。虽然他没有见过叶芊芊鼎盛时候的战斗力，不过连天雷海域为了抓捕他还费了很大的劲，损失惨重，就足以见得叶芊芊只怕也不简单。他的双眸之中闪过一缕杀意，别人都已经算计到了他的头上了，
怎么可能忍气吞声？他们不过是自寻死路罢了。叶希文当即不再犹豫，直接按下了遁光，落到一座山谷之中，说道：你先留在这里，我先去把后面的小尾巴给干掉再说。他没有选择将叶芊芊收入天元境之中，因为不熟悉在血界这种地方，乃至在整个荒古大陆，他都是举目无亲，小心谨慎一些总没有错。他不想将天元境给暴露出来，因为一旦暴露出来肯定会惊世骇俗的，一般储物的法器也只能是储存一些死物，根本不可能储存活物的，更不要说类似天元境这样几乎是自成一个世界独自发展的了。如果暴露出来，叶希文肯定会面临巨大的危险。一个自成一个世界的法器，肯定有无数高手会垂涎三尺，说不定连法相境之上的高手都会被吸引出来，他不能冒这个风险。为叶芊芊布置好了阵法之后，叶希文当即悄然返回。咦，那个家伙到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了？黄书义三人追到了一片山脉之中，但是却发现自己丢失了叶希文的踪迹。因为之前叶希文并没有加快速度，所以他们能够掉在叶希文的身后，也自以为还没有被叶希文所发现，所以这才一路跟上来了。只是当到了这个山脉之后，却突然发现叶希文从他们的神念之中消失了，找不到了，顿时有些紧张了起来。该死，不会是发现我们了吧？黄书义身后一个海族的高手愤愤地说道。应该不会，我们一直都是远远地跟着，就算是神念也仅仅是扫过他的残影，他不可能发现我们的。另外一个说道，只是这样子回去，只怕林城主那边过不了关啊。林城主可是特意吩咐我们要盯住这个家伙，看他在什么地方落脚，他随后会带大批的高手前来围剿。搜、我就不信了，这个家伙再带着个被锁了琵琶骨的女子，还能跑到哪里去？黄书义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在叶希文的手上吃亏，让他没有了平日里的冷静，心中唯有暴虐，恨极了叶希文。是，那两个海族的高手连忙称是。而就在这个时候，蓦地一阵尖锐的破空声从远处传来，紧接着一道惊人的剑气出现在了众人的眼中。